咦，楼下尹爸爸又在疯狂开箱，现在连全服第一的位置都是他的，这是什么神仙宝箱啊，装备竟然一次比一次豪华。哎，这位兄弟说的没错，不过也就充了6块钱，系统就送了我1000万元吧。可不，刚才这些巅峰300级的翅膀，直接的满星坐骑，都是在这个优惠商城里面买的。哎，快来试试。